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和 Coco Shinson 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都在做些什么，揭开他们的投资秘密，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身价破亿的富豪们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这些人的财富来源和投资策略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在此，本文将从身价破亿的富豪们的投资策略入手，揭开他们的投资秘密。首先，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通常会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他们不仅会投资股票和债券，还会投资不动产、艺术品、收藏品、私募股权基金等多种资产类别。这种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可以降低风险，避免在某一个行业或资产类别出现问题时，全部资产遭受损失。其次，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通常会关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走势，并根据这些走势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例如，当全球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可能会增加对防御型股票和黄金等资产的投资，以保护自己的资产。当全球经济景气转好时，他们可能会增加对成长型股票和新兴市场等资产的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第三，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通常会选择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操作。他们相信长期持有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因为股票等资产的价值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此外，长期投资还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税负，进一步提高回报率。第四，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通常会选择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或领域。例如，如果一个人是一位成功的科技企业家，他可能会选择投资科技股票或创业企业，因为他对这个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多的资讯。这种投资策略可以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因为投资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该行业或领域的趋势和发展机会，进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第五，身价破亿的富豪们通常会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投资。他们通常会保持警觉，留意市场上的机会，并在低谷时期购入低估的资产。例如，当股市出现暴跌时，他们可能会买入被低估的股票，以期待股票价值的回升。这种投资策略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总的来说，身价破亿的富豪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秘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解决的。他们的成功来自于对市场的深入了解，良好的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能力。然而，他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秘密可以为其他投资者提供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和投资机会，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是，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和投资经验，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此外，除了以上提到的投资策略，身价破亿的富豪们还会注意到以下一些方面。第一，富豪们会控制自己的情感。在投资中，情感通常是一个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富豪们通常会保持冷静和理性，不会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第二，富豪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风格。每个人的投资风格都不同，有些人喜欢长期投资，有些人喜欢短期交易。富豪们通常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风格，并将其发挥到极致。第三，富豪们会持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投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市场的情况和投资机会也在不断变化。富豪们通常会持续学习和掌握最新的投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市场的变化。第四，富豪们会保持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投资中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富豪们通常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并制定风险控制计划，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总之，身价破亿的富豪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秘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然而，其他投资者也可以从中受益，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投资中，以达到更好的投资回报。最重要的是，投资者应该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性，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以实现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此外，还有一些关键因素可以帮助投资者学习和掌握富豪们的投资秘密。第一，深入了解投资产品。在投资之前，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投资产品，包括它的风险和回报概率、市场走势和趋势等，以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第二，设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应该设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以便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产品和投资策略。第三，保持冷静和理性。在投资中，情绪通常是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从而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第四，经常审视和调整投资组合。投资者应该经常审视和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以确保它符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应该将投资组合分散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中，以降低风险。总之，富豪们的投资秘密和投资策略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和投资机会，制定更明智的投资策略，并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然而，每个人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因此投资者应该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性，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好了，今天的分享在此告一段落，您可随着后续的美妙音乐静心思考今天的内容，即使只有一句话能够撼动你的心灵，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我便会为你感到欢喜万分。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如果你喜欢我这次分享的内容，请帮我点个赞，并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也欢迎您的留言。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CocoShanson.net